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森林。我们现在玩一款小小的恐怖小游戏啊，它叫做 Safety Banker， 是这样叫吗？其实它是一款还蛮有趣的小游戏，我们进去看吧。OK， 这款游戏呢在讲述什么？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怪物来袭，我们要确保它的手跟脚在棉被里面啊，直到七点为止。你伸什么屁手？为什么棉被不够大？你不要一直动。为什么？这么快开始啊！等，怪物走开，怪物走开！你捉不到，你摸不到他脚，你什么都摸不到，想摸鸡鸡也没有啊！没门！不要摸他手，拉过去！哈哈，我们的小手说，等，上面 ，OK， 再过来啊！我直接拿棉被去打他们就好了啊！等，太多怪物了，这怪物是怎样？树海降临哦，哇，这个人睡觉也是蛮强的啦，可以换那么多表情。你要不要顺便走路啊？站起来走路，然后去西方取经啊？两点了，这个人哦，不要看。等，旁边这个哦，想来哦，想绑走哈、哦，这个小男孩是我守护的哦。他在哭，小男孩在哭了，不要哭，乖，不要哭啊！撑到了3:05，他被门夹死了。他被怪物袭击了，多一次。我们这一次呢，让他自己死，看一下能不能。因为自己死吗？有种自己死啊！来啊，自己啊，来啊！怪物来袭，没关系，没关。还是死了。下次你买棉被啊，你可以买跟你床一样大的。对，不管你怎么滚啊，因为滚在床内嘛，那你的棉被也一样大就好了。有遮过全部了。好安心的感觉哦。你脚开这么大，我要怎么遮？哎呦，你到底在跳？你到底梦见什么？我很好奇呢，你到底是梦见什么？你在跳把柄哦？有一个人来了，遮脸！哦，你的脸长相，你长相应该很安全的、啊，不用怕怪物来袭。对，不要！我死了，不要来！盖棉被起来了，死掉了！为什么不行啊？怎么可能能活到七点？神经病才能活到七点啦！这个棉被小成这样，你还一直乱动！你是？不要！3:34，哇塞！为什么？快死了！不行！不要这么靠近！哇塞，你的脚可以合起来吗？合起来！对！Oh my god！ 你还是成为祭品好了，为了其他人类的着想啊，你就喂饱他吧。好，我们来玩这一款游戏呢，叫做 White Dinner， 白色的晚餐啊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直接开始游戏了。我们看一下 The White Dinner， 这边是开始界面嘛，我们先进去来。白色的晚餐，白色的明天正在等着我们呢。按空白键来坐下。好，没问题。按空白键来吃这个，这个不是白色的晚餐啊，你骗我。哇，好吃哦，キモチいいね。多一份来。按空白键站起来啊，不用给钱吗？你为什么要看着我？你感觉很变态呢？要对我身体干嘛？我是女的哦，你不要对我有非分之想哦。蛋糕为什么没得吃这么棒的蛋糕？我们要到这里去。那个东西肯定有毒，里面肯定加了不少大麻，每一片都是用大麻制作的吧？那个松饼，不然为什么我的世界会变成这样？左右，好嘞，好，算了。走吧，我们继续前进吧。这是巴士哦。这 What the hell？ 这什么魔法阵吗？这还有车螺旋风。我扶着。哇塞，这游戏是观众推荐我玩的。那个观众也是蛮厉害的，可以找这种游戏啊。金字塔，埃及金字塔，大猩猩。为什么大猩猩在埃及有大猩猩 ？OK， 这大猩猩是吃人类的吧？不然他怎么活到现在？猪人哦。我居然可以理解，我也是蛮强的。我想下去，来 ，what？ 我下来是没问题的吗？我觉得正常人应该是不会下来的，对。不要什么都玩出 bug 好吗？这样我要重新走过很麻烦呢。前面有蓝色的那个圈圈的是什么？会攻击我吗？这是球 ，what the hell？ 整个世界在旋转呢。Hello， 不好意思，我踩你的脸一下多踩几下啊，给我吸毒嘛啊，给我吸这种毒。这什么亚当也笑我吗？不是啊，宙斯的图片吗？哇 ，shit！ 警察来了，警察下车了，警察我没有吸毒，不是我吸的。有人在敲门。有人破门了 ，FBI， 不是我，我没有吸毒，我吸的是人参。喂，
OK， 我来到了一个异次元空间。刚刚开车的好像是我们，然后进来这个门的好像也是我们，敲门的也是我们啊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这里了。那个老板被抓走了吗？因为他放毒品在里面。老板血流成河呢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在讲述说这边是太阳，然后这个是下面是村庄。那为什么村庄这样呢？因为有大洪水来袭啊，大洪水啊。没有了，我随便乱瞎掰的。他在那里耶 ！Thanks for playing。这恐怖游戏还蛮奇怪的嘛，不像恐怖游戏呢。其实这个人一直看着我是有点变态啦，心理变态。不要动，安稳的睡着不行吗？哎，如果我是你妈，我就把你打到满地找牙。如果我是你爸，我就叫你去卖火柴。等等等等等等，你的脚，吼、哦、吼、哦，一个不注意，哎，好好睡，好好睡，不要这么，不要，好好睡觉啊！不要，你的脚。不要裸露在外面了、啊、哦！你变态哦，露干嘛露鸡鸡在露脚脚在外面啊哦！五点了，感觉可以哦！哎呦，不要想靠近我，这是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！哎，光头，保护你的头啊！你很安全，没有人会靠近你。不要！五点多，六点，No！Shit！ 你以后女朋友一定会踢你下床的。